参赛运动员登场。好，首先上场的是107号，来自赛普健身学院刘宝庆。就是左边第二个，很有型啊！他那个腿练得太好了。那要吃多少？旁边的这个腿练得比他小。这什么光啊？我没有看。大理光。讲讲复古。大理光。特复古的那个颜色什么都有。我操！红的，它是有点发白，还有点。来来来，好。
谢谢，请交换站位。谢谢。好的，规定动作和不定位自由造型比赛。111号，田军胜，潮州精彩健身。第7名，112号，陈祖国，96健身学院福建代表队。第6名，109号，温张玉，安徽省健美运动协会，随身健身代表队。第5名，107号，刘宝庆，赛普健身学院。第4名，114号，沈金，浙江省健美协会。第3名，110号，向成月，湖南省健身协会。第2名，113号，宋振华，湖北省健身健美运动协会。第1名，108号，冯伟敏，赛普健身学院。我们有请颁奖嘉宾，中国健美协会教练委员会主任、国际级裁判张慧明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奖。谢谢，请冠军留在台上。好，谢谢，请冠军留在台上。